传说对决排位场，奇怪，怎么最近都会遇到爱丽丝？爱丽丝不是人家说排位不要选？神奇，哇哇，很硬哦，很硬哦！神力女超人打野太猛了，最近也都有看到那个神力女超人打野，也是变强吗？今天来用个神牛啊！谁敢放肆？他妈撞爆你！很想带斩杀，斩杀！之前我都带斩杀，狂杀人，狂剪头。对面有那个射手，我很讨厌那一只。嗨呀！很猛啊，那一只射手。单排的话，如果会这一只，很好上 S。都一直赢输赢输赢输，不让我升上去，心好累。看一下。先来乱个野，别太冲，军出击，优先发育，别开战。谁在那儿宝宝来宝宝去，我就打谁。敌人消失。应该是从这边开始打野，果然是神力女超人，来弄他一下。欸，他们的爱丽丝完全那个，他们哦，他们的爱丽丝没有守野，哦，很多很多人，蝴蝶快点帮我，我有治愈，不用怕。爱丽丝现在才来，吃个这个。Oh my god！ 我要回家了。不要弄我，不要弄我。啊，成功回家。敌人不见。有乱到打野，所以魔龙路这边打野比较会多一些时间才来。牛魔王这个很帅，他现在改成这样，这个特效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欸，你是不是在看地图呢？退退退，都冷都冷，我们只要这边守好，下路就有可能可以吃凯撒杀人，弄一下弄一下，好多人哦，啊中路一直不来，中路不来，凯撒是比较好，我觉得。吃个补血，吃个鸟，被吃了，哦，很痛很痛，还是回补好了，回补一下，应该没有要打架。三分钟了，还没有人死掉。清新出来了。欸，怎么飞过去？哎哈喽，感觉要出事了。没有兵线啊，那么猛的吗？兵线来，兵线来了。哦，那么猛的吗？太猛了，杰克。为什么3-0了？我要去全面弄，
前面断兵线。哦，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快跑，快跑！抓我干嘛？我是牛哎、欸，我神牛哎、欸，神牛哎、欸，你杀得死吗？你杀得死我吗？赶快绕跑！好险没死，不然就漏气。那那个塔应该也会掉。那个中路支援的有点慢。我要养猫猫，应该是女生哦。我要养猫猫，你为什么都支援的那么慢？害我们的塔掉了。快点，射手给你，兵都给你，让你推塔。人不见了，敌人消失，有没有躲这里？果然有，我操你妹的，让你震起来。哦，这个打野很猛啊，一直飞来飞去啊。哦。残血，靠呀！哇、哦，一堆残血，一堆残血，好猛，好猛！哎、欸，这个塔刚好会，怎么这一场有点顺利的 feel？ 这个塔是不是也可以推啊？哎、欸，可以推推推推推。看这里有没有兵线可以断，我先在这里给个视野啊。保护他们，顺利拆塔，然后兵线来了再断个兵线，来了来了，兵线来了，兵线断起来，这有人，这有人，哦，那么多人，跳死你，哇，不要顺走，欸，不要不要，还给我沉默，太猛了，杰克。全部的招都丢我，不死也难啊！碎碎碎，上面那个塔兵在打塔，他们一直在打架，在打在打，你妈猪肉，只顾打架不拆塔，结果就是等着输啊！欢迎台友来凯瑞我啊，让我上个 S 啊，每次上个 S 都卡很久啊，怎样欺负我一个单身鸟，绕单鸟啊，来啊来啊来啊，诶，那个打野不要冲动啊，诶，这里很多人啊，不要打不要打，兄弟兄弟不要打，这个我没办法，我没血了。哎呀，怎么都打了起来？他们的血那么多，人不见哦，射手，妈的，他要弄死我，他弄得死我，真的。状态不好，撤退。来一下模仿，那个射手应该会死哦。图伦大跟那个海牙的大他就刷塞。先帮一下塔拉好了，他还没开大，那我应该不用帮他。靠背，射手也来，射手也来，我帮你挡啊！快跑，快跑！哦，有够痛，你妈猪肉！用这个减速他，夸小，再射，再射，再射我，再射我啊！我知道你要给我开大了。那嘛，去去去去去！哦，这个来得好，哦哦哦，这个丢得好，追追追！你哪嘛？哦哦，这个图伦很会很会！我操你妹！靠腰啊！被他杀了！害我一个空大尴尬。想说我可以弄到他，
塔是不是斩杀？这一场有点躺赢，感觉我都没有在做事，我一直晃来晃去，负责晃来晃去，负责吃兵，晃来晃去，结束这场排位赛，撞你！我撞你！哎，那个打野很爱勾我，哎，怎样啊？很爱给我 SN。哎，快跑！给你用霸体，让你飞起来。哎，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退退退退退。哦，这个打野很猛哦，这个打野很猛哦，太猛了，杰克。有没有射手？没有，那这个塔无法破。你啊，那个神力女超人又要弄我，你又要弄我。你又要弄我，是编我，而、我身边都没队友，我要死了。Oh my god！ 太冲动了，想说你要编我，我就来弄你。他给人家那个不讲武德，身边都带人，欺负我一个牛。看一下，一二三，五攻，看能不能吃一下大物件，吃大物件比较有机会，继续推进去，感觉他们在吃凯撒，感觉在吃凯撒。没有，又在打架，又在打架。不吃凯撒在打架。哦，他们一直在狂打架。妈的，赶快帮打野补血。打野在哪里？打野在那里。好了。哦，他们一直追，他们一直追，我帮你们补血，我帮你们补血。哦，疯狂追啊，好猛啊！干，这个射手会玩啊！敌人消失，这个射手会玩。清个兵，跳大清兵，跳大清兵比较快。哎，他们要吃凯撒了，赶快给他们视野。哦哦哦哦！射手在那边，你妈猪喽！你妈猪喽！哎喂，没有射手。哎，现在吃龙很冒险。我给他们视野就好，拖时间。干，射手会死，射手会死。哦，这个太阳很烦。看啊，这个太阳真的很烦。该哪里？我要顺过去，马上被秒，怎么可能？我已经很误防了哎、欸！是那个龙杖亏了、啊。哦，被秒被秒！那个射手很肥啊，打野蛮肥的。难怪我那么脆，六千多而已。目前已经来到了快13分钟了，不要一直拖下去了。这个莫托斯。单挑啦，斗牛要不要？靠腰，亏很大。射手你这样很危险。
有害雅，我觉得都会输，真的要奔害雅。欸，他们现在很团结，都走一起，走一起，走一起，守个塔。清兵守塔，他们射手在上面，射手在上面，要打了吗？哦，很痛很痛，回补回补。感觉要打起啊！哦，他们射手太强了，这里打感觉会团灭啊。清兵就好了，兄弟。下路下路，欸，你硬要打，帮你补一下血，快跑快跑，不要再打了哦，你们都残血，妈的，塞呀，中路中路中路，塔拉还没打。怎么感觉迎面然后要被反败了？幸好嘞，他们要吃凯撒了，感觉都靠过去了。我可是我现在去好像也是送死，给他们一点压力，给他们一点压力。可惜我没斩杀，有没有林北神鸟？哦，碎碎碎碎，有没有办法吃凯撒？我给你霸体，撞他，撞到撞到撞到，干他妈的，一直还我，碎啦！我赶快回补。他是不是有缓速？难怪他出那个啊，给我缓速的。怎么大家都回来了啊？你们有残血吗？法师给我去推塔。啊的，推起来，推起来。干你妹的！你不要跑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推塔啦！你看那两个就会玩，那两个都在推塔，你还在那边追人，是哈喽？不错不错，躺赢了一场，牛魔王躺赢了。看一下我的 KD 第几名？第五名躺赢，舒服。射手 MVP 哦，那么猛。